哇塞，好漂亮的扇贝啊！嗯，这是活的吗？张口了，嘎了，这也太可惜了吧！今天吃不到扇贝的肉了。不过这个扇贝壳是真的好看，我也是打算留着这个扇贝壳的，这个可以带回家做个什么风铃之类的装饰品。现在我们家就满满的地中海味道。全部都是贝壳，不是这个，这是个钥匙啊！我赶还赶了个钥匙啊！你说这会不会是藏宝图的钥匙啊？长得那么古老，哎，我可能是看海绵宝宝看多了吧。但是这个钥匙长得确实挺别致的哈，就当收藏了吧。哇，这只海参是不是特别像毛毛虫？我的天，超级肥啊！我就徒手碰了它一下，结果它就缩成一团了，而且它缩成一团特别好玩。哎，它怎么不弹呢？哎，滚的倒是挺快的。像这种特别肥的海参，我一般都是直接煮熟了之后，在料碟上面那么一蘸，哇，味道绝了。这只巴爪鱼应该是嘎了吧？这边水太深了，我就穿了个靴子，我也不敢下去。这只巴爪鱼。我看它没有动，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捞上来。哎，不是吧？啊！完了，这彻底是捞不到了。